哎，我是海妈，我现在在贡嘎山下的一个小镇上，叫摩西镇，正儿八经的雪山下的小镇。我觉得这边镇上的花种的挺好的，所以拍条视频来看花。我为啥跑到这个地方停车吃饭？是因为看到这个植物，我看到一种眼熟的感觉。也许老板还可能认得到啊。哇哇，一会儿进去看一下。你看，龙沙宝石全部长满了花苞，然后来超微月季，这是一个果子阳台。你看这个天竺葵，哇，这个花球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看到这是一家民宿，叫月山居民宿。看一下花，谢谢。哇，你们喜欢绣球花？我走到路上就看到这些花，很是眼熟，仔细一看。哎，我是你的老粉丝啦！哎呀，走到这个地方了，怎么这个龙沙宝石种得这么好，还在复花？这个绣球一眼看上去就是新品种的，杨老师的品种。都是小苗子，我就买的，家里苗子真的好。蓝色英语也长得好。哎呀，没有想到，哎呀，太激动了。哪个蓝绣花也是你家买的？真的好，好好安逸哦，好开心哦。Hello, everybody.快过来快过来，我们看到一个很巴适的花园，我走到这里了，看我说这个花怎么这么奇怪，好惊喜啊，快过来看，好漂亮呀，你看这里老公全部都是花，全是花苞苞。你咋种的那么好呢？有没得啥子经验？你的它那个通风环境非常好，太阳也好，而且我还有吃条件，你真的随时都在看直播，这个植物是最欣赏的。哎呀，对了，我随时都在看。随时摸，你白子连顺不还他后是最近才买的。你看那个粉龙花的花苞苞，你说它一季都完全不行，那边可能要开三盆。不止不止，它是多季的，下回我们可以住这边的。我们两边还有个露台，它那个露台就是直面贡嘎山。哇，那岂不是更巴适？你要不要上去看看嘛？走嘛。去看到那个露台可以直面贡嘎山的。咦，好开心。种花走到哪儿都是朋友。哇，平时能不能看到贡嘎山的日子有好多？一年有没得一百天？哦，不止哦。平时只要天晴，全部看得到。九月份到十二月份，这里基本没得雨水的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这个房间都看得到嘛。哇塞！这个就是我楼顶拍的，看嘛。哎，这个是我楼顶拍的，家家哎呀，不说了，下次来住。